好酷啊！此时此刻起，你们已经是一名见习的交易员了。交易员的工作好酷、啊，我就特别喜欢。今天要争第一，有野心，开战了。交易就特别刺激了。你好，请讲。我16以3.245的价格卖3000万。好，确认成交。好，卖出3000万，3.06。3.2425买一个亿是吗？卖一个亿，争取打快点。永远慢一拍。你是交易员，你为什么不知道你现在才是？那你的手速都跟不上你的思考速度的话，你就不要做这种交易。太残酷了，接近现实。每个人都在出问题。闪闪发光的你，下周五晚21:10播出。